东南西山三五度回，钱塘自古繁华，烟柳花桥风帘翠幕，沉思是万人云舒绕堤上，高卷霜雪，天间无涯，是泪珠尽未落尽，心好生。我已经和张将军商量过了，如果我能够杀掉西夏王，这样敌军就群龙无首，不攻自破了。要是你去了还没有动手呢，就被西夏王抓起来了，杀了头，那我可怎么办啊？所以首先我要取得西夏王的信任。大哥，还是我和你同去吧。不，太危险了，你留下来照顾虫虫，我一人足矣。你大哥，杜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没什么好惧怕的。好吧，昆迪。不行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你不让我去，那我也不让你去，我让你们都去不成。你以为是去游山玩水啊？这可是去敌军军营啊，开什么玩笑？不行。我说你们两个男的去，那才不行呢！就你们两个去，那人家一看就是假的了。你去偷个，总得携家带眷吧？比如我就算家眷了。大哥，虫虫说的有道理。宋国降将柳三我等好意投诚，将军如此对待，究竟是何意思？一派胡言，分明是宋国的奸细。如果我是奸细的话，我为何要带家眷前来呢？如果将军还不相信，请将军放箭，反正回去也是个死。难道他们真的是你的家眷吗？这位是我兄弟和他的妻子，这位是我妹妹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他老婆。你跟我说清楚了，谁说我是你妹妹了啊？你要是不愿意娶我的话，我这辈子跟你没完。你说你是不是还惦记着楚楚？我跟你私奔到这么远，你还放不下他？你这个花心大萝卜，没良心的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说你娶不娶我？娶不娶我？你难道害羞？你的脸皮厚啊！我打死你！你这个没良心！把剑放下，把剑放下！开城门！走！走！我们走。哎呀！
你轻点，轻点啊！启禀陛下，宋有一降将前来投诚，并且还带来一封密信，说是宋军兵力图。哦，哼哼哼哼哼，两国交战，居然有人临阵投敌，哼哼，让他将密信交出，人就在外面等着吧。是。陛下传旨，让你把密信交出，人就不用进去了。啊，请在陛下面前多美言几句，日后定当答谢。好了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吧。哼，一条摇尾巴的狗。是你呀、啊，原来你是，啊，大将军，上次多有得罪，请多原谅。三妹兄，不必如此多礼，你我也是不打不相交。从那次交手之后，我一直都很佩服你。多谢将军抬爱，我也很欣赏将军的大将风范。哎，你这次来此有何贵干？将军，此事一言难尽。朝廷对我一味排挤，科举被人提取功名，我爹又遭奸人暗算，打入大牢，我柳三变。报国无门，家人不保，想我柳三变，乃堂堂男儿，岂能如蝼蚁一般虚度此生？我一气之下，来到西夏，希望陛下给我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。好，三妹兄，请你放心，只要你诚心来帮我西夏，我一定在陛下面前保举你。多谢大将军。啊，我还有事要面见陛下，回头再聚。嗯，好生伺候。是。这个柳条子进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放心吧，三遍有勇有谋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是啊，你别走来走去的了，一会儿走累了，我可不背你啊。是啊，我走累了，你当然不会背我了。嘿，要是豆豆走累了。你肯定会背的，哎，我可不要他背啊！我刚才是说笑而已，开个玩笑。你要是真走累了，我还是会背的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哎呀，就是我的命苦啊！柳条子不理我，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也不理我，苦啊苦啊，没人要啊，没人要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没人要，我要啊！你这种女人我喜欢。陛下有令，让你进去。大宋降将柳三变拜见西夏王，跪下。大胆柳三变，见了寡人为何不跪？陛下此言差矣，三变一片诚心投靠陛下。想到上古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个皇上听说有贤臣投靠，赤足下榻，远迎出门。在下不敢自称贤臣，但至少怀有一颗赤胆忠心，想为陛下建功立业。那陛下为何不能寻那古人而为之呢？好啊，柳三变，果然有胆有识。看座。你说谁让你来送信的？啊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哦，你不会只是来送信的吧？回禀陛下，此信是宋国攻打西夏的最新计划，我本有投诚之心，因此冒险盗得此信，以作为前来投靠陛下的礼物。宋国与我有万般仇恨，还望陛下给我一个一展宏图的机会。
好。刚才达次大将军说了许多赞美你的话，能有你这样出色的人才帮助寡人，寡人十分高兴。能为陛下效力，是我柳三变的荣幸，我柳三变定当效忠。柳公子的话，寡人听了十分高兴。今日前来，一定鞍马劳顿了吧？暂且休息一下吧，明日你我再做长谈，如何？告退。刘公子，请。陛下，柳三变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才，用好了是一匹良驹，用不好可能会给我西夏带来很大的危机，所以我想还是应该试探一下，看他是否真心投降。对，寡人也是这么想的。陛下，我想明天让柳三变红花挂身，骑高头大马穿街过市，让他风风光光的来见陛下。大将军为何如此啊？陛下，你想，这延州城我们才攻下来，延州城里面汉人居多，而且反抗我西夏的心还没有灭，因此柳三变投诚受陛下如此待遇，一来让那些有心归顺陛下的人安心，二来让那些要抵抗陛下的人给柳三变脸色看。那柳三变心性高傲，他一定受不了这般屈辱。嗯嗯，好，就按达将军说的办。休得无礼！没事吧？放人！大哥，虫虫，虫虫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属下多有得罪，请大家多多原谅，请随我来稍作安顿。将军，请，请。禀报太子，山西600里加急文书今年遇到蝗灾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加急文书刚刚送到，请太子定夺。事关重大。刘御史，臣在，此事不能马虎，本宫命你亲自查办。慢着，我觉得此事应该交给刑部尚书韩振负责，他曾在山西任职，我想他比较合适。刑部尚书韩振，在，我命你速速查办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九贤王进宫，你们传到了没有啊？回禀娘娘，我们传到了，九贤王立刻就到。好好好，九贤王到。哎，好，快快快！老臣拜见刘娘娘。好，平身平身。老臣谢刘娘娘。我和九贤王有要事商议，你们都退下去吧。啊？是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爱妃啊，不来看我。其实我心里也一直挂念你，无奈近日确实公务繁忙。你今日召见，我马上就来见你。讨厌，净说些好听的来哄我。爱妃啊，我也是时时牵挂爱妃。只不过近来我觉得太子已经长大了，老夫劝告他听不进去，令老夫日日忧思啊。哼，他不听话，咱就把他这太子给废了。岂能说废就废？再说太子是皇上所立，
非同儿戏呀。我去跟皇上说说。哎，我看皇儿不错，平日挺乖巧的，不如立他吧。对，二皇子平素和我也挺说得来，相处的也不错，当然立他更好啊。好好好，只要你高兴，立谁都无所谓。娘娘你真好，对老臣关爱倍加，情深似海。那当然了。皇之近来可好？好，只是天天没什么事儿做，无聊透顶。看来皇之有心事。还九叔，你就别绕圈子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之果然是聪慧之人，皇之既然觉得没有事情做，那老夫问你，若皇之登基，我想治理国家大事不比太子强吧？那是当然，我六弟平素只知玩乐，他有什么本事啊？竟会和张公瑾等人玩些革新的把戏。见皇侄自恃有这等把握，又何必看着太子登基，让自己的抱负化为尘土呢？老夫只是打个比方而已，皇侄不要多想。哎，我也知道。皇侄，你这样走来走去也不是办法。可是六弟现在贵为太子，父皇已经册封，平时竟跟张公瑾等人交好，张公瑾兵权在握，我哪有实力与他抗衡？张公瑾并不可怕，再说边关那点兵权也算不了什么。皇侄，恐怕你忘了你的皇叔了吧？侄儿从小就受皇叔教导，最尊重的就是你了，岂敢低估您呢？皇叔有什么良策，快快告知。我虽无兵权在手，可是皇侄可否知道那张公瑾在和谁打仗？当然是西夏人。对，西夏人多年骚扰我大宋边境，就是张公瑾骁勇有谋也不曾奈何得了。只要皇侄能平定西夏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可是皇叔你也知道，我没这个能力啊。不，你有这个能力，只是你没有使出来。哦，请九叔明示。我看第一，我们先想办法废除太子，让你登基当皇。至于张公瑾，我们可利用西夏兵马网开一面，让他们打进来，收拾了太子的余党之后，给西夏人一点好处，不就解决了？这可是大逆不道之事啊。哎，皇侄，打出你的旗号，让西夏人讨伐太子，这也算是出师有名啊。要做大事，不能拘泥小节啊。我听九叔的，请九叔帮我。好，九叔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，如果皇侄想日后有所作为，现在就该动手了。什么方法？那我们现在先慢慢的将朝中大员换为自己的人，这非一日之事，然后慢慢的将他孤立，到时候不怕他不到。哦，哎，这倒是个好方法，我去试试。皇上，臣妾听说太子还经常进出勾栏瓦寺寻花问柳，这次啊，听说他从钱塘回来，更是多日不随皇叔公干。皇上当初命他跟随皇叔学习，依臣妾看呢，太子啊还颇瞧不上皇叔呢。他这个不懂事的东西，他再这么不学无术，我就要另立了。
殿下，近日九贤王权倾朝野，而且二殿下与九贤王又走得很近。属下说这些话是想给殿下提个醒儿。春海，你如此忠心于我，我真的感到十分的欣慰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九叔跟二哥来往也属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九叔呢，可能平时因为功勋过高，做事太过张扬。 但是说到底，都是为了天下太平，社稷兴盛。我因为平时忙于朝政，可能疏忽了他。现在二哥与他来往，正好弥补上了我的疏忽。有时候呢，一些事情应该从大局着想，不要为了一些小事劳心。是啊，属下明白殿下的心思。不过，行了，还有很多朝中大事等着我去处理。 你要是真关心我的话，就多替我分担一些。是。嗯。西夏确实有很多精兵良将，刚刚我在西夏王那里看到那些将领，个个都非常的骁勇。张大人虽然有狄青将军一人，但是恐怕难敌群狼啊。这么多将领啊！杀死西夏王的计划岂不是很困难了吗？哎，有你们两个累赘，我们就更困难了。 你说什么？谁是累赘啊？难道瞧不起我们女的吗？就是啊，花木兰不也是女的吗？不是有很多男的都比不过她吗？就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和大哥如果行刺得手的话，逃跑起来应该容易一些。我只是不想你们俩有什么意外。我知道，难道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来啊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们生生死死都会在一起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存心气我呀！我难道不是为了生生死死才一起过来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闹了。现在计划呢有所改变，不行刺西夏王了。啊啊！啊为什么？西夏两将颇多，西夏王又十分强悍，并且西夏王个性豪迈，做事磊落，两军交战刺杀主帅，是让人不耻的行为。 我怕将他刺死了，反倒更能激起西夏众将的悲愤之情，一气之下众志成城，会大举进攻啊！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想留下来，说服西夏王。啊，大哥，那我们要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啊？是啊。嗯，哎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嘿，那就可以不用见那个楚楚姐了。你呀，就是在往歪的地方想。 刘公子在吗？嘘。哦。刘公子，请讲。陛下命令我接你进陛下营帐面见。啊，只是大人亲自来迎接，刘某受宠若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来啊，红花献上。这是，陛下为刘公子能弃暗投明归我西夏，特此嘉奖。 所以请柳公子和你的朋友红花披身骑高头大马前去面见。啊，我看是免了吧。刘某无功无德，怎敢受此大礼啊？陛下吩咐，务必请柳公子披挂。来，给柳公子和他的三个朋友披挂整齐。启禀陛下，柳公子带到。嗯。陛下有礼了。 刘公子发生了什么事？路上遇到一些小麻烦而已。回禀陛下，柳公子四人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汉人的辱骂，身上扔的到处都是垃圾，所以才弄得如此狼狈。不过此事我已经平息，将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。谁这么放肆，敢对我的客人如此无礼？去找出来，斩首！陛下不必了，不过都是一些无知之人。既然今天是我拜见陛下的好日子，请陛下息怒。 嗯，好，既然柳公子不追究了，那我就给柳公子一个面子吧，请坐。嗯，请。去，将我们西夏国的服装拿来，给柳公子和他的三位朋友换上。啊，不用，陛下不用多礼。哎，不要客气。
启禀陛下，衣服拿来了。嗯。我不穿。嗯，为何不穿？啊，陛下，穿什么并不重要，不过是一些国体之物。我穿汉人的衣服，更能说明陛下您宽怀仁慈。大哥，柳公子他是斯文人，你不要这样粗鲁好不好？对吗，柳公子？野丽姑娘，你们认识？启禀陛下，公主出巡于钱塘时，曾经和柳公子有一面之缘。柳公子看来与我西夏国有缘呐。柳公子，我现在正在学唱你的《望海潮》呢。哦，是吗？怎么不相信吗？我唱给你听啊。柳三变果然名不虚传呐，寡人就封你为西夏特使。柳公子，多喝一点嘛。来来来，干来。柳公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已经喝了很多了。大哥都封你为特使了，你们也应该庆祝一下嘛。来，多喝一点。我来帮你倒酒。啊，刘特使，感觉如何？好酒。20年宫廷陈酿葡萄酒，这是陛下特意叫我来款待你的。这个酒甘香醇厚，想必是来自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带吧。葡萄酒有什么好的？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哪像我们高粱酒，喝两杯就醉了。啊，啊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啊，刘特使，你是否愿意？哎，我们不要再一口一个特使，一口一个将军的了，听起来怪别扭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谈国家大事，我们今天只谈兄弟情谊。兄台意下如何？好啊。柳兄爽快，来，今天让我们一醉方休。来来来，干杯。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啊？对，闻到了一种畜生的味道。哎，是狗吗？不不不，不是一条，是四条狗。对对对，是四条狗。我看呢，是猪，是猪味儿。是啊，猪狗不如的畜生。对，你说他连祖宗都出卖啊，真是丢尽咱们汉人的脸呐。就是，放肆，把他们都赶出去。公主，就是几个喝醉之人，我看还是饶了他们吧。既然柳公子都这么说了，我就放了他们。柳公子，这样好吗？我们再喝酒吧。如若三分天下，便可如君。那啊，野丽公主。你好，柳公子。不知公主为何一身夜行衣，深夜到访啊？我怕被人家发现，所以才穿着夜行衣来的。我可以进去说吗？哦，啊，请。
多谢公主厚爱，不过这么晚了，是不是不太方便啊？其实明天我会去拜见公主的。你们汉人讲话总是文绉绉的，我直接告诉你好了。自从我在钱塘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你。这什么这？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，你怎么想我不管。我今天晚上来就是告诉你这个的。我走了。啊，多谢公主直言。不过，三遍还请公主三思。我都说过了，叫我野丽，不要叫我公主。反正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给你考虑三天。好，三遍现在就告诉你。说，野丽姑娘，我很喜欢你的性格，不过在三遍心中已经有了别的人，而且我能看得出达斯大将军他很喜欢你。祝你们幸福。他喜欢是他的事，我喜欢是我的事，我要和你喜欢的那个人斗一斗，如果他配得上你，我就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改天我会再来的。上次跟我们打架，后来被柳三变救了三次的那个姑娘吗？以前看你像个假小子，现在还蛮淑女的嘛。哼，那当然喽。哎，你不会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报仇吧？我找你报什么仇啊？我才不是那种小气鬼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柳公子。哼，你知道就好喽。柳公子这么优秀，很多女人都会喜欢他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喜欢他，我也喜欢。你那个打什么的西夏人不是你的未婚夫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幸福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更何况他又不是我男人。你说不清楚就动手，我喜欢。出去比划比划。打就打，谁怕谁啊。我说呀，我才不会做这种后悔的事情呢。哼，有性格，这倒蛮像我的哦。不过，我凭什么让你离开柳条子呢？爱就是爱，谁又能阻止得了呢？柳条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去找野狸王娜了。你找野狸王娜干什么呀？我看到他对你情意绵绵的，就去教训教训他呗。胡闹！他贵为西夏公主，我们现在假装投敌叛国，要与他更加亲近，才不会亵渎啊。你这样教训他，万一他怀恨在心，从中阻挠我们的计划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哎，那只是为你好，担心好端端再弄个出处出来。你不但不领情，还教训我，柳条子，你太可恶了！冲冲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脾气失大了一点，不过
我们现在身处敌营，应该要处处小心才对啊。啊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冲进来的时候说有事情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被你一打岔，我就给忘说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到野狸旺娜在达次的营帐外徘徊呢。糟了，他不是生我的气，去找达次了吧？我一直担心这个，所以才过来找你的。啊，万一他真的生了气，去找达次跟咱们来算账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是野狸。野狸姑娘。六公子。六公子。我昨天对你说过的话太过分了。野狸希望柳公子不要放在心上。我野狸做事从来不曾后悔，就让野狸来照顾你吧。柳三变，你我都是血性男儿，既然喜欢同一个党项姑娘，那就用我们党项族的方法来解决吧。相搏，你敢走神儿？难道是我们党项姑娘为儿戏不成？我不会占兵器的便宜，我们再打。相信你这样的汉子会做叛徒。今晚是去是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曾欠你一条命，我绝不会阻拦。明日，你我二人恩断义绝，各为其主，绝不手下留情。哼。
柳条子，柳条子，你没事吧？不要管我！让他走吧。过了今晚，你们就别想活着走出这炎州城。如今，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，这里不再安全了。昆丁，你带着虫虫和豆豆先离开这里吧。大哥，你怎么样？听我说，在你们走之前，一定要去大慈那儿，把兵力部署图先偷到手，在天亮之前赶回去。我已经受伤，只会成为大家的累赘。大慈虽然说要放我一条生路，但我柳三变乃堂堂男子汉，若真是临阵退缩，岂不是让世人笑话吗？大哥，你也太小瞧我们了。你不是临阵退缩的人，我们也不是。当初把酒结盟的时候，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天。大哥，同生共死，再不要说什么分离的话。三鞭，你放心，我们是绝对不会留下你独自离开的。不行，你们还是离开吧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在他们重新部署之前，张大人就可以杀进来，我们还是会碰面的。我会在城里面跟他们周旋。我看我来吧，虫虫。我轻功最好，若是能让所有人不注意而拿到兵力部署图，这样岂不是为柳条子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吗？而且，有杜大哥和豆豆留在柳条子身边，也好保护他。我一个人去，不会有危险的。好吧，夜里刚才让达子很失望。达子现在一定喝得酩酊大醉，正是你下手的时机。柳条子，你难道不会为达斯和野莉旺娜的事情内疚了吗？难道为了退地，你连感情都可以当工具用吗？野莉为了你，甚至连自己亲哥哥都背叛了，难道你只是在利用他吗？算了，我也不问你了，反正你的事情我从来都想不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拿到兵力部署图的。哎，虫虫，千里烟波。
阵阵，暮霭阵阵出天阔。情歌与何人说？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